大家好，我是乐林牙医诊所黄胜尧医师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牙周病会造成身体其他状况的影响。牙周病它其实是一种细菌，口腔里面的细菌感染，那它是会沿着口腔里面的微血管流到全身，所以牙周病的感染是有可能会造成身体其他器官的感染。然后第二点就是牙周病跟糖尿病它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因子，只要你有牙周病，你就会比较容易有糖尿病的问题；只要你有糖尿病，就会比较容易有牙周病的问题。所以控制好牙周病，对身体健康来讲，绝对是有正向的帮助。好，如果你有任何疑问，欢迎打电话到诊所咨询。乐林牙医诊所关心你。